我跟你说，今晚你啊，你干什么呀？那什么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青年，他先动手呢。玉田啊，你怎么能跟你老丈人动手呢？说你老丈人再不是东西，他不也是你老丈人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说啥呢你？不是青年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意思就是。 你不想为我玉田，他不能跟你动手啊！再说你老丈人都什么身份了，村主任了，玉田就动手，也轮不到你动手啊！我看出来，你俩是组团来欺负我了是吧？你别看你们爷俩，你就把玉田他爷给抠起来，我都不怕。放开你！何清，回家。哎呀，你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刘德，刘德，你。干什么你？咋的？那什么，孩子不对，帮人撇，咱俩妈就完了呗？你怎么吵吵家伙了呢？有你这么当老人的吗？我就这么当，爱咋咋地。刘能，你说话太气人了，我告诉你。气人咋的？刘能，你说你不服？我服你啥呀？服啊？不服啊？对，不服你出来，出来能咋的？出来咱俩单挑。 你咋就是干啥呀？你说当这么多人面，你俩丢人不？玉田，现在跟你俩已经不发生关系了，现在是必须用武力解决了。哎呀，求求两位爹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，行不行？自行车我不要了，独轮车我也不要了，你别打了，多大岁数了都？不打不行，现在这种状况，随时都可以擦枪走火，必须提前解决。 刘能，这号是是吗？这号，来你出来，哎呀，你出来，怎么这样呢？不用管，打吧，让他来。没人管你，你出来，来，男人，男人，哎呀，这临打之前必须得先蹭一下了哈，哎呀，每回你都把脚的那鞋都快蹭漏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刘能，这不叫蹭，这叫准备活动。 知道不？来，来，走吧。刘能，快，哎呀，刘能，你下手快点。刘能，我跟你闹笑，你给我俩下死手，这腰给我撸一下。玉田呀，背爹回家。玉田。 玉田，你俩都好了，你看着吧，都走了。这什么孩子？我们替他出头，他溜了。亲家，你知道你为啥把把输不？不知道啊。真照事儿我都没服过他，何况你个赝品啊！这。